黄色跟红色的。很棒，很棒。一家东北。这是加超多芝士，送进烤箱寿司吧。哎，好奇怪，为什么我每次都是这边？绝对是我烤箱的问题。天哪，终于给我机会换烤箱了吗？我这烤箱已经用了七年了。我这是芝士加超多，你看它都裂开了。大家问我用了那个面粉哦，高筋的话我一般会用紫鲍钵。或者是腰站子，全麦也是爆钵的，就是红爆钵。我喂乳帮的话，我就是高筋加黑麦，有机黑麦，然后也是爆钵的。每次都会在面包里加的黄金亚麻籽粉，这个也是爆钵的，和奇亚籽。叮咚，又是一颗即将入炉的包。哇，今天这颗烤得非常的圆，有没有？今天这颗包膨胀度超屌。今天这颗包烤得太美了，太美了，太美了！救命啊，救命啊！哇，真这样。哇哦！它又，你懂吗？它是有点受热不均匀的感觉，是不是？所以我要为了这个包去换一个烤箱吗？可是我烤箱其实还可以用，因为我本着就是勤俭持家的一个态度去生活的人。哇哦！哇哦！很棒，很棒，巴擦，巴擦。味精，味精，味精在哪里？拌面一定需要的调料，味精。哪一种南瓜比较好？哇，拎得我整个手都是红的。小番茄，因为我打算做有劲小番茄。啊，牛奶，买了番茄膏，打算有时候做意面的时候可以加。胡萝卜，迷迭香，然后洋葱，柠檬，每天都会泡柠檬水，奶油，然后就是青菜了，卷心菜，嘿嘿。Hello， 同志们，我现在要。准备尝试自制 burrata， 祝我成功，我还没做过哎。马苏里拉做失败了，但是我意外做成了 ricotta。 它没有成团的原因呢，我分析了一下，要么就是我那个名字的奶不行，要么就是需要凝乳酶这个东西。因为我看 TikTok 上的外国人做，他们也没有加凝乳酶，可能是奶的问题吧。所以我们本次自制 ricotta 成功。一升的牛奶才做出170-170克的 ricotta， 明天做 toast。我本来收拾完厨房躺着了，想想太无聊了，我们把明天早上要做的油浸番茄做了吧。这个就是黄色跟红色的小番茄，然后这个是买的迷迭香，还有一颗大蒜。Yeah。
被榨干了。哇哦，烤很久，但是我的大蒜怎么还没烤熟？但我觉得我大蒜待会可能还要再烤一会。香，我现在全家都是那个迷迭香的味道。第一口，第一口，哇，这番茄好香，它浸满了油，然后整个迷迭香超重，就油润油润的。自己做的 ricotta 跟外面买其实没什么区别。我做面包也好好吃啊。超厚的芝士，看到了吗？我刚健身回来，万年爱用好物。Hello， 我想问一下，洗完头掉这么多头发是正常的吗？我以前哦，可能只会掉这一半哎，看到吗？就是它白色，你们可能看不到。不能说特别多，但是的确是有点不少哎。我上个星期啊。手贱刷了个酸，然后我第二天没有防晒，我就出门暴晒回来之后，我脸这边就起了片红红的，然后我第二天这边就开始起疹子，然后就红红痒痒，感觉有点过敏。哇，吓得我赶紧拿可复美的敷料连敷了三四天，现在看上去有点好了，但是其实还剩一点点，你们看得出来吗？这边关键时刻还得是它、啊、真的、啊、它就很适合你晒伤晒红之后拿来快速的退红镇静，或者是像我这样子就突然间换季然后烂脸拿来急救。老牌子，老娘的安全感。像很多姐妹之前有做皮肤管理，也都会用这个拿来修护，甚至看脸大白也会开这个，因为它里面的那个重组胶原蛋白啊，是我们人体的同源成分，可以直达我们基底，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跟水分。哎呀，主打一个从根本上快速修护，特别是像幕后啊有破口比较脆弱，就需要这种院线级的敷料来帮助。而且我很喜欢它这个无纺布的膜布，拔得很牢，敷上去的时候呢就冰冰凉凉的，很舒服。有时候敷久了忘记时间，它半个小时都不会干。所以像这次日常急救啊，我家里要是没有它的话，我真的是叫天天不应。这款真的是属于家里必备款了，我超爱。 Hello 同志们，中秋快乐。我的破手机，我的破手机，它好像没办法对焦耶、欸，路上大家都提着灯笼。中秋快乐，同志们！今天的月亮超圆的，长这样。唉，走走走，回家回家。叮咚，我刚下楼拿快递。哇哦哇哦哇哦！我又买了酱多多。果然酱多多只有零次跟无数次，每次我买了之后呢，吃了几口之后我就觉得很腻，我再也不想买了。但是没过多久我又会再想起它、嗯、这家是我之前买过的一次，我上次买完之后我说我不会再买了，结果我还是买了它。芋泥咸蛋虎皮卷儿，之前有澳门小伙伴问我说怎么买这个酱多多寄进澳门，就直接寄进来就好了，但是你要备注可能要让它多加点冰袋什么的。噠噠，
哇，长这样，这喝看上去还不错哎。我每次喝这个乌龙茶会兑点水再喝，因为一整杯喝下去太多咖啡因了。对了，长这样，哇哇哇哇，好激动！哇，长这样，第一口第一口。嗯，哇，非常的扎实，完全不甜。你在干嘛？怎么一点味道都没有？就这家真的很健康，就不知道在不甜什么鬼，看到了吗？马吉、肉松、芋泥、虎皮，但它这个咸蛋黄的存在感非常的低，因为他们家主打一个健康嘛，就是少油少酱那种。就大家不爱吃油腻的话可以选这家，然后他们家用料也是属于比较好的那种吧，应该就比起这边，不好意思再次 diss 一遍慢食飞鱼。我给你们看我上星期买的一家，但是我没有拿起相机给你们录，我就自己吃掉了。这家蛮好吃的，叫那个什么豚啊，豚什么吉，已经买了很多家了，我到时候全部编辑一下，我发到小红书上给大家做一个总结好了。嗯，太健康了这个，我要吃不健康的。哇，就这样。这个有点像我上次买的那家不饱，其实我还蛮怀念那家不饱的，因为那家真的蛮好吃的。就这样，来咯。它不是沙拉酱欸，它是，它什么啊？而且它保质期十天欸，它可以放十天欸。那我可以放很久欸，他说是奶酱，但是我吃不出来。他蛋糕很软，是暖暖的感觉，要把它捏烂掉那种感觉。他这一款呢好吃，但对我来说还是差一点意思，因为他太健康了，我想要吃那种老式油腻腻那种。他这个就可以一直吃一直吃，因为他们家太健康了。我这杯茶白准备了，我吃到现在都没有感觉腻。我现在在香洲，我刚办完事，好累，买了杯美式。我现在去拿面包。Hello， 这是我又来吃大油边了。这是我最近在珠海发现的一家大油边。这家哦，它原本是个摊，一家东北的大姐开的，然后后面就做大了，然后它就开店了。你们看到那个大油边了吗？还有五花肉，还有冷面，这冷面超好吃。当胖子真的是有够快乐的。这家油边超嫩超好吃，救命啊！我真的不想推荐给你们，怕以后火了之后我要来吃就要排队。这家真的超好吃，救命。真是个幸福的胖子。他生意太火了，三姐都瘦了。有兔子，这边还有灯，发灯，然后上面是七十五，因为今年建国75周年。啊，我现在回家了，累死了。回来了，我买珠海这家
Flory 的面包，也不是面包，买可颂。对，买了三个都是可颂。他们家就是主打一个性价比高，正常手作的水准吧。我比较少买这家，因为这家离我有点远，我打车过去要30块。它一个可颂才9块钱，你路过呢也会想要再去买一下的那种。就你们懂吗？有些手作店呢，真的不知道在贵什么。就如果他的可颂一个卖我18好了，我买完第一次我就不会再买了。但是9块钱你就会想要再买。Hello， 我刚刚下楼拿快递。叮咚，我又新囤了20多斤的面粉，因为我最近对白人饭的需求有点大。我最爱的紫鲍勃，然后这两个呢是腰站子的面粉，这个是有机的高筋，然后这个是黑全麦，我拿来喂鲁邦的。我还没用过这个，我想试看看。开心开心开心。然后这个呢是艾尔博士给我送的中秋的皮亚礼盒，好漂亮。这什么？这中间这个是什么？我先看一下，欣赏一下东方美学。漂亮死了，这是可以干嘛啊？好漂亮。哇，艾尔博士的审美怎么可以这么棒。叮咚，还是他们家这个面霜最好用，我已经用2罐了。然后还有这个他们的那个水也很好用，我从1代用到2代，这个也超好用。一如既往是我们的老朋友 Hugs 给我送的中秋礼物，这也很漂亮，一个中秋的盒子。是他们家的茶，我之前他们家一个那个橙色的杯子我不是经常在用嘛，然后后面碎掉了，我还蛮难过的。哇，哎，这杯子也很好看。叮咚，长这样，就是看到吗？月亮的那种感觉。耶、yeah, ，感谢哈哥，哈哥 ，I love you。开始工作前，我总是需要坐在这边坐一会儿，我不想动。中场休息，来给自己做个饭。最近发现了一个辣椒油很好用的办法，就是辣椒油代替油，直接下去炒菜，或是炒鸡蛋，或是反正炒任何东西，很好吃。嗯。被我遗忘很久的蜡烛。Hello， 同志们，又到了我们剪视频的时候。Hello， 我现在已经有5个月没有染头发了，我是时候该染了。涂了唇膏，这两天开始有点干了，感觉有点要变天了。你们看，我的花不见了，我的冰块也不见了。刚开始是先冰块不见了。因为我连续做了很多天的面包，我整个非常的震惊，因为我很害怕我的冰块在我的面包里，很可怕，你们知道吗？所以我这几天嚼面包哦，我都是细嚼慢咽。然后呢，就收拾厨房的时候，我发现我的冰块在我的灶台上面，
一下悬着的心我就放下来了。那至于花呢，就它那个白白的胶翘边，然后我就轻轻的掀了它一下，它整块就掉下来了。然后呀，然后我这个时候还是要再次称赞一次我为什么要做渐变款，因为你现在仔细看你会以为它原本就长这样。但是我最近没有打算要再做指甲了，可能要修一修到十一月份吧。那好了，那我们本期视频就到这边结束咯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九月一下子又过去一半了，马上十月份就要来咯。